主席还有我们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我们的林秘书长。主席啊，有委员各委员啊，大家好。林秘书长好哈。你好。提到我们的国会哈，真的走遍世界各国，我们的立法院真的是跟人家比起来真的是最在国家的门面上，我想是最上不了台面的哈。那当然这里面我想有很多的困难。那当然现在也许是一个刚刚这个秘书长一直提到是应该要全面检讨的时候哈，包括您刚刚一直在提到的听证权还有调查权。所以这里面我想牵涉到监察院到底应该不应该存在的问题，我想这是整个整体面要去讨论的问题。那现在呢，我想说好，这么大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就先来从小的面问题来解决好了。那在这个上一个会期的时候呢，我曾经提过，就是要求去探讨各国这个所谓的这个频道公视频道的问题，还有旁听的问题。那的确呢，我们立法院呢也去做了一些的研究，所以呢，你们好像也去针对这个美国啊、德国啊，还有这个法国啊、日本，好像有做了研究嘛，好像也有专案报告，是不是？是。那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是不是可以上网公告？我想我们给委员应该不会有问题啦哈，但是因为这种东西，我们是我们内部我们的评估报告哈，我们都是给委员或是给助理，那当然要查询都没问题，但是要对外，因为这个委员幕僚我们幕僚研究的东西不能代表立法院，这也是我们不管是预算中心跟法制局长期以来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上一次我们的那个提案里面就有提到说，希望你们能够派员出国去考察，然后呢能够把这个研也能够去研究，那把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呢能够上网公告。那既然你们已经有研究了，那也有结论出来了，那这个东西基于因为事实上我想立法院是民意机关嘛，那所有的我们说现在整个一个政府也在寻求所谓的公开透明嘛，没有错，那是一个民意机关，我想公开透明应该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原则嘛，不会有问题，因为只不过是我们幕僚不能代表院里面的看法，哎，这点我想那只是一个建议啊，并不是一个结论吧。好、哦、或是你们自己看看这个去了吧，是吧？有嘛哈，我想都有分送给委员，那也在我们内部的网络上都有嘛哈。那这个研究的结论是怎么样？我们看到说，对于这所谓的旁听，哈，各国不管是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你们的研究报告出来也都提到说，各国都准许旁听嘛，对不对？没有，院会当然是有旁听，委员会没有啊，有的有，有的没有。所以我想委员你刚才提到，我说刚才我答委员说我会来要求我们内部就一两间比较大的会议室，像我想秦先龙委员你很清楚，连委员要做都空间很小，那再隔下去可能要成会议室，是不是让我来尝试先找一两间试试看，这样好不好？就哎，这样就先是就说先有一个区隔嘛，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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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这个区隔你可以开放旁听嘛，可能委员要坐的位置都没有，好不好？所以我想就牵涉到根本的问题嘛，我们整个一个国会其实是应该要重新找地方盖个好像样的国会，然后里面所有的这些的配备，那当然这里面我想软硬体都必须要重新去检讨啦，因为一个国家对不对，你的一个国会不被人民尊重的话，那你说这个国家要行政立法司法要三权独立三权分立，我想是有困难的。所以呢，为什么太阳花学院会去占领国会？因为认为国会的这个功能不彰嘛。那国会功能不彰，我想这整个所有的不管软硬体全部都欠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这里面就会问题重重哈。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是说人民的呼声对国会的改革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是不是能够趁着这样人民的一个呼声，那能够国会重新去架构去检讨？因为我想在立法院当然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秘书处嘛，对不对？院长领着，所以我们所有的秘书处的人员去提出一个跨时代的一个国会改革的方案，这里面包括硬体，包括软体，对不对？包括整个一个制度的一个改革，我想应该是需要的吧。我想委员，我们提，我们也刚才我就想听证跟调阅，我们提了大概两届有了啊、哦，包括所谓内规要改。都没有一个党团愿意来谈啊，那我，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提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好，所以委员，我同意你刚才讲的一半，你讲提到太阳花协议，事实上从不管是哪一个哦，胡茂或是国会也是被动送来才知道的啦，也我连我们幕僚长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一起来努力，不管是说未来明年改选要谁执政，这个所谓的对。国会议员对所谓的行政的立法计划，这是一个国家的计划纲领。我现在看不出来，就像委员你所提的，两岸那个嘛两性平等，要做评估一样。这个国会我们才有多少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如果说他有照你所提的这样在评估，那来到我们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些差异性的分析，可能只能够做这样。那如果都没有一个源头，连立法计划没有，等于是空白授权，那我想明年谁执政要改变整个大环境还是一样的。人民对我们整个国会的期待是非常殷切的了哈，所以在这里当然我想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啦，但是很多事情如果没有开始去做的话，就永远在原地踏步。那就以刚刚这个秘书长所提到的，好，就以这个性别平等的这个部分，那即使呢，这个我们知道说，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性刑事歧视的公约，所以本席其实从进入立法院之后，也对这一块呢，也一直在关注这一块。所以呢，我们曾经呢，这也。在2011年通过 CEDAW 公约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立法院也做了附带决议，说政府应该依照公约的规定，成立消除对妇女性刑事歧视公约的监督机制。那其设置要点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跟考试院分定之。那现在呢，几乎所有的五院里面，除了我们立法院，其他的四个院都已经有设立所谓的性别平等委员会。那现在我们的立法院呢，当然我咨询了好几次，我们立法院现在是设立了一个所谓的性别平等专案小组。那性别平等专案小组它其实是对我们立法院内部的性别平等的这个部分在处理的。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依照行政院好、这个里面呢，行政院有一个这个行政院的性别平等专案小组的一个设置要点。那这个设置要点里面呢，也规定说好，你至少呢应该有外部委员呢，这个7到9位。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立法院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性别平等的这外聘委员，我们才2位，而且呢是一年才开一次会。那依照行政院的性别平等专案小组的这个所谓的注意要点里面呢，它其实是要说每4个月开一次会的。那所以呢，当然就是说，好，我们立法院能够设立性别平等专案小组，当然我们已经觉得说已经又往前踏一步了。那也开过会，但是呢，当然开会的内容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真的，当然是针对我们立法院的所谓的哺乳室的设置啊、厕所的设置啊等等。但是呢，我们对于作者里面有做一个分析的统计，那这些分析统计里面，这统计这个性别的统计里面呢，有看到说，好，女性的高阶文官的比例比较偏低，然后育婴留职停薪的这个3年间呢，只有一位女性来申请，所以等等这些，或是说我们在图书馆的使用的这个比例呢，女性呢偏低，所以这些种种的，就说好，我们有这些的统计数字，那这些统计数字它所象征的是什么样的意义，是不是也能够去做一些分析，然后提出一些改进？我想这样才是我们设立性别平等专案小组做内部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对不对？那当然你们里面有2位的外聘的委员，所以事实上也可以从这方面去努力，就是说好，我们的性别统计数字出来的这些数字跳出来是这样的东西，那它所呈现的意涵是什么？那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去改善？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把一年开一次会，把它改成4个月开一次会，可不可以？我想我会来请我们这个小组的召集人，就委员的建议这样。那另外的就是我们希望是说你能够依照行政院的这个规定呢，能够再多聘哈，当然我们立法院不受拘束了，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他们，可以再多聘几位这个外部的委员。那另外呢，就是说，好，行政院的各部会里面有所谓的性别平等专案小组，这是针对内部的。那现在针对整体的，就像说好，行政院的有一个行政院性别平等会。那在针对我们的全国的所谓的性平的这些的业务在做督导，
然后再做这个整个一个所谓的性别影响评估的这些考核等等。那在考试院也同样的是有性别平等会，对整个一个考试业务有关的也设立性别平等会，它不是针对自己考试院内部的员工的性别平等，而是针对整个考试院我们在整个一个考试制度里面那可能会面临到的性别不平等的情况去做研讨，然后呢去做提出建言，然后甚至做改善。所以同样的，我们立法院我们也希望有一个性别平等委员会或性别平等会，那它要是要针对我们整个一个立法，包括在预算里面，包括在我们的整个一个法案，那这些性别影响评估对不对，如果说行政院他今天把法案送进来，他们要把这个性别影响评估送进来，那我们要去追踪，那或是说我们自己也有能力去看看说你行政院所做的性别平等影响评估好，这里面有没有问题，然后去提出改善，那给委员做一些建议。所以呢，我们设立立法局跟这所谓的预算的中心，最主要的就是说他要能够提供给委员，但我们也知道说每次都有这些报告，可是关于从性别的角度去分析的这一块是有所欠缺的。那我们希望是说是不是我们也能够有一个性别平等委员会或性别平等会，然后来针对我们全国的这样的一个立法的事项来做一些性别观点的一个评估。可不可，我想委员这几年来都针对这个议题都很关注，而且也很专业哈。那我想我也要求我们的法制局或是预算中心，尽可能那以后我们会常多开，而且会哦，行政部门有评估的，那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做一些差异性的分析。我刚才特别提到过了，应该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啊。但是因为立法院是一个合一制的一个机关啊，那要成立委员是委员，不是由我们直言。那这个问题我也曾经跟院长报告，希望能够就询问各党团的意见，好像大家的一个共识不是那么强。那当然我还会再就这个议题我们还会再来研究一下，然后我们才会再跟院长报告，请各党团，因为要成立委员会一定是委员，不是由我们幕僚来成立，不是哦。所以为什么当初我们用成立小组跟委员的差异，这是因为国会是一个合一制，因为你刚才是提到不管是内政部或哪一个部会，他有他主事的主管的项目事项跟职责职权，那我们是一个合一制的机关，这一点也希望。我想考试院也是合一制吧，考试院合一制，但他们也有他们监管，就像说全系或是考全，那是不一样的。好，那这在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列入到。我想能做的，我们不会放弃，好不好？好，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这个也提过了哈，就是说我们立法院的这个所谓的记者的这采访证的问题了啊。那其实依照大法官会议的解释689号的解释里面规定说，新闻采访行为，它是提新闻采访行为为提供新闻报道内容所不可或缺的资讯收集查证行为，自应该为新闻自由所保障的范畴。所以呢，新闻自由所保障的新闻采访自由，并不是仅有保障隶属于新闻机构之新闻记者之采访行为，也应该要保障一般人为提供具有新闻价值的资讯与给大众，或为促进公共事务讨论与监督政府而从事的新闻采访行为。所以今天我们立法院是一个民意的机构，所以他的采访就是依照大法官会议的解释680号解释，它不限于只有这些所谓的大型的这些的新闻的这些机构，其实也包括这种你只要任何一般的人，你为了提供具有新闻价值的资讯给大众的话，那他其实他的这种所谓的采访的这些行为都应该受到宪法的保障。所以呢，今天呢，就是在我们的立法院呢，我们也看到说很多的这些的独立媒体的报道，独立媒体记者呢，他是进不来，是不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不发给这些采访证，所以他进不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要怎么样解决？我想委员哈，这个我想这个可以分为两个方向来提，因为第一个刚才也特别强调也提到过，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空间实在各位都看得到了哈，实在是有它的困难之处。那第二点，因为我想委员也提到过。那我们也针对这个来研议，那我想包括那么民主化的这个美国日本跟德国，他也没有开放个人所谓的记者这个采访啊，也没有啊，他也是针对的刚才委员所提到的也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开放啊。所以我想我们会努力啊，我们事实上我们也在研议，我也请我们秘书处跟相关的一个法规或是怎么样来研究委员你提到这个议题好不好？因为你们看了各国的，他们也没有限制说这种所谓的独立媒体不能够啊，但是他们是有限制说你不能够把这些记载带到里面去、啊。是没有开放的哦，
我刚才提到这几个国家是没有开放你所提的这个哦，是没有。他们是你不能够把这些器材带进去，而不是说他没有开放采访。我想哦，好，没关系，我们再研究吧，好不好 ？OK， 好，谢谢。